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真欢喜，而且看到大家，大家拢面啊笑笑。我要问大家，这三天来有心得的，大家举手看卖，好不好？感谢啦！啊，搁大家鼓掌，家己一个，足好。伫那是商学院啊，的学生啊，拢会投资报酬率的情形啊，会去算讲这个投资报酬是偌济。来三天开6000块，大家是不是把咱的观念，以前60几年来所受的教育，拢把它抛弃了？安尼对唔对啊？安尼是不是有价值？因为有人讲，咱咧开补习班，咱实际上咱是啊法律行业啊，大家来所修的三天，一定学了足济法律的观念，甲以前所读的拢无共款啊。啊，那拢共款，恁免来啊啦。所以大家拢有这个认识，啊，咱会了解，恁大家来参加，咱就有今晚要甲大家讲，这足清楚啦，吼、哦！马政府讲安怎？讲中国啊，大陆是伊的领土啦，迄伊家己讲的嘛。啊，实际上，伊讲这无唔对呢，因为伊位下来的啊，啊你。一定大家足有出来啊！你哪会去选总统，去选一个位下来的？是恁的决定啊！所以，咱法律行业甲咱讲安怎？美国高等法院啊，高等法院的判决，咱过来学习一下吼，过来，迄个做，过了解一下。啊，我大家来讲。第一点是啥物？美国甲咱讲，第一点是安那？台湾本土台湾人无啥物，无国籍，大家爱会记哩。第二，讲台湾无世界承认的政府，对唔对啊？对，正真正确。第三，讲咱要受到。台湾人民要受到这个政治的连接，
什么叫做政治的灵感？啊，恁都要去选举，要去投票，选一个讲啊，中华民国的总统啊。李登辉讲，我要会审。美国安怎讲？不可以。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啊！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啊！过来，阿扁啊，讲我要参加联合国，去申请台湾共和国，去甲申请资料寄去，官方不同，甲你退倒转来啦。阿扁啊，讲要公道。啊！美国讲，美萨里，你是麻烦制造者啦！有听到这句话无？美国安尼甲讲啦，上头伊选到是美国足欢迎的，伊个入去啊，美国去，干么一个啊？你是麻烦制造者啦，甲你限制是安怎？大家有在想这个问题啊？无？阿扁还佫家己讲，做不到就做不到，我办不到就办不到，是安怎？啊，即马，民进党的啊，台联的啦，啊，遮个做啊，独立联盟啊，咱来参加个选举，啊，都李登辉总统，咱足敬爱，做13年，有改变无？无，阿扁啊，做八年，有改变无？无，是安怎？恁来遮读这个交6000块，这两个安尼都足清楚。恁家己去想啦，想这个问题啦，是安怎？无改变。有人要答复这个问题无？大家动过脑筋吼，去想这个问题。13年，还过8年，你还过去抓鬼呢？按说要甲鬼卡死，啊，不是本土台湾人。叫物质的，是安怎？大家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啊？无，伊都设计一套来，咱新闻证提出来，大家看卖的，咱是啥物？中华民国国民哦，你也毋是中华民国的公民。因为伊集体跟我们安怎改变嘛？咱我迄个时阵，阮老爸我叫学多山，阮老母我叫卡江。伊家叫讲呼咪啊呼咪啊，我是叫呼咪迄个日本的名啦有。啊是安怎？因来接受了后。吼、哦！1946年1月，阿、啊、就来甲咱改变讲，你集体规划为中国人。英国、日本2次的抗议，伊都无咧甩你，伊咧讲我好管理啦。所以大家去想就知影。即个伊即来设计一套，大家拢有感觉糖塔食啦。恁六个大家来参加选举啦，你来参加选举，啊一票咱也登落，啊你若有5%以上，你就有30块塔领。政党你甲登一票，每年编预算一票50块。所以民进党在以前
无人敢要做主席呢，都爱去圈钱来呢。今嘛大家烧枪要做主席啦，一年变医生都差不多两三亿，他好用啊。我钱足好开的呀，所以大家爱想，美国才敢讲，恁这的本土台湾人要受到这个政治的碾压啦。我就安尼知呀，我就无要去投票啦。嘿，我阁等一个，我现了去投票，现了230块。哪有遐好康的啊？所以这些政治人物吃到甜啊，唔放啊啦！大家若钱要算，去思考这些问题，回去去讲给听。过来，这是受到政治的连接嘛，把你创一套游戏规则，你们就脱离不了中华民国，延续中华民国的寿命。过来，古典欢迎讲，美军啊，美国军事政府还占领台湾，这是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写得足清楚，咱这的法律系啊，无要加旧金山和平条约啦，互恁大家拢唔知啦。阿外，甲你讲，日本天皇伫1945年4月7日已经宣布实施啊。宪法在台湾，台湾都符合到国际法，伊拢照这个国际法的程序吼，皇民化，啊，过来来宣布，效给我们台湾居民效忠天皇，过来给你去当兵，哦。啊，给你参政权、参战权，弄好了呢。所以，台湾是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利用战争、修台战争，也没有办法去分割台湾。买卖是同意哦，买卖签契约1000。是同意哦，所有权人签的契约，它不是战争，哦，用买的，阿拉斯加就是美国买过去，所以我爱大家，好大家了解。哎，啊，刘邦政府讲啦，啊，4月1号是愚人节啦，甲咱讲迄无尊神啦，迄是骗人的啦，那就。奇怪，咱叫一个4月1号愚人节，那遐拄好，安尼，大家去思想，去思考。是毋是来遮读3工，得到遮个心得，一定爱回去较教会咧，讲予你个亲戚朋友、甲同学知影。过来，伊就甲咱讲啊，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上尾啊，甲咱讲，行政单位要协助原告依法行事，伊啊协助咱，咱去甲告的依法。做代志，唔只会甲咱叫讲啊，恁来华盛顿DC设一个办公室啦，
华盛顿 DC 设立的办公室，大家唔知怎样无？怎样举手看卖咧？咱有设立的好方吼，好头都有讲啊吼，迄个华盛顿 DC 要去设立的办公室底下，以后要创啥？干联络啊，拜啊！军事政府搬入来了后，从华盛顿 DC 迄个民政府办公室迁回台湾，就成立台湾啊政府。所以，这拢美国甲咱讲的呢，啊，咱就依照美国安尼来讲，啊，那这个 PowerPoint。在这里给大家看，美国跟我们说，在我们在这个华盛顿 DC 四季酒店成立啊办事处的酒会，送咱200多啊，那200多就是掉在咱拼的啦，我不会看，那200多底下，迄都甲咱讲啊，咱是美军要占领中，所以奥巴马总统先去就职，这张的意思。隔壁那张是啥？台湾的所有权证啊，伫住伫遐的人啦、啊，迄都是啥物？遐就是日本天皇嘛，足清楚，所以咱啊，才去啊，靖国神社啦，那个桂林啦，是安怎？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本土台湾人战死的，啊，才伫日本。靖国神社，靖国神社，因哪要用啊？流亡政府讲叫做忠烈祠啦，那才的忠烈祠。你大家去想啊，是安怎？迄阵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本土台湾人战死的，会去采伫遐。是不是咱迄个时阵，是不是日本人，足明显的嘛？啊无，伊敢要甲你查一下？吼，这拢大家去思考。上咱迄北，咱又搁做足济代志啦，去拜靖国神社，咱。甲顶年2013年三年啊，拢去啦。三年啊，拢去啊，迄、那个咱三年哦，这就是迄张嘛吼、哦。三年拢去见甲天皇啊。日本天皇接受啦，咱这个旗啊，正式大风掠入去，无别个旗啊啦，干那咱这个旗啊，甲日本这个旗啊，正式掠入去啦。但是有一个。来到连文的阿些，家己藏一个旗啊里面，去安尼翕一个相，啊，就搁收收嘞。因阿要讲哇，因迄个旗啊举起未？迄是偷藏的啦。你若看到迄个旗啊，迄是违法的。咱这个旗啊，足大方的。抓入来三年啊，
三年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啊，这五点吼，咱都会清楚嘛，吼、哦、啊，伊这就是这个情形。足济讲伊是学者，伊是博士，我定来甲伊讲，你相信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了无？伊若讲相信，咱才阁甲伊讲落去，因为伊讲伊知识分子啊。啊！若唔相信，啊，迄边个讲落啊，唔是国民党史水德讲欢迎阮去的呢？美国敢有这个代志？三权分立，法院判决，总统也要遵守法院的判决，所以。秘书长甲咱交代，今年应该最高法院要过定心咱的案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的主张，咱干那用法律尔。无要压刀压枪，叫大家讲枪哦，无啦，干那拜托大家两件代志尔，去清身份证、晶片的身份证哦，去叫一挂啊有较专长的人，以后要甲台湾拍拼的人来受训。咱安尼尔啦，咱这个人是叫做革命先行者啦，咱行伫头前的啦，唔是要叫你做革命的炮灰啦，唔是说啊革命的牺牲者啦，咱无啦，咱无要压枪压刀干兵啦，咱干啊透过美国。你叫因来接收，接来唔走啊？依照战争法啊，不可以就地合法啦。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啦。好、哦、啊，时间差不多要到啊，恁就去登个金门、马祖，啊是平潭岛啦，这美国。安排好事，好、哦，这我大家真清楚啦。咱即马吼，啊，要过来，啊，这里甲讲了，咱来放一个啊，三立新闻的代志，这就是，这个谢长廷啦、啊，伊是这个讲做台湾维新啦、啊，引出政府啦、啊。伊遐一篇文章啊，讲叫咱大家写批，请啊林志清啊，伊讲有法律的论述啦、啊。啊，咱彭明敏教授，伊是咱足尊敬的一个学者啦。啊，伊讲有500,000的人投票给伊啦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。赶紧，因讲因三个早日吼、哦、来会谈啊！啊，秘书长讲啊，这我拢有熟悉，大家拢知。啊，这就是我要给一个清楚，吼、哦，给了，给大家了解啦，吼、哦。安尼，咱哦，这就是我要甲你讲，要甲咱讲的吼。即、哦、马我看，咱先来放。三立迄个叫做迄个影片吼，予大家，我足感谢三立，
但是确定啊，要阁讲三立甲人报道不实，好，咱拜托咱同心办三立影片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《权力法案》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又拿这一张，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，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营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嗯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。好，咱今麦阁转来，感谢三立啦，甲咱报，报一摆都无报啦，所以。黑话很难得哈，啊，咱都要去加扩大，啊，无看无啊，以后看袂到。但是三立甲咱错误的报道，讲自己制造身份证的，咱这张是美国制造，90%是美国制造，咱。依照台湾啊人民权利啊法案定出来，咱参议院同意以后才发行的。大家唔知啊，咱迄阵啊也无遐搞啦。美国甲咱指示讲，恁爱写一个。权利法案，台湾人民权利法案，咱就去写，送去美国去。美国讲啊，唔对啦，我甲咱讲，咱阁转来，阁改改咧，阁去，讲啊唔对啦。恁遐都两种人，恁遐搞不清楚。那家讲啊，边个讲要公投？啊，你遐都两种人，要哪公投？咱啊，这新闻前甲大家呐签好。啊！你要公投才去公投，安尼唔才对。咱讲两种无同款的人来和恁公投，一种是老王政府带来遐官员，甲伊那边的中国人过来。啊，甲咱一个是本土留落来，即个日本人，咱拢属于。留落来，即系日本人。啊，两种人咩啦？公投，所以咱来了解。好啦，咱个甲美国讲，美国你该规定啊、哦，恐怖集团美国发表3个要件，即上课老师也拢讲过，恁在。书去想看嘛，恐怖集团哪3个要件？有3个要件，第一是啥？有武器啦，系啦，啊过来咧，
征兵啦、啊，啊，过来嘞，不是国家啦，一共李孔孔是四年，啊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讲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这都对对啊。再来有武器，趁这我伫遮那是武器啊，假人讲，搁甲留一支去哩。安尼你看，哈、啊，你看卖，你看卖，大家看卖，这支是啥物？美国国旗嘛，啊，是毋是美国占领？啊，这支是车链的嘛，啊，车链那会掉伫下卡，啊，这是啥？啊，是不是美军在这里保护？啊，大家啊去想这个问题啊。过来签 F 法了后，第二天，伊这那是国军，吼、哦，啊个共军都是中国军啊，啊美国惊到死哦。海军第七舰队啊，就入来，真啊实在啊！我敢有法度去伪造遮？拢提事实，予大家去看。你若爱遮的 PowerPoint， 我会使去看。吼、哦，炸学生地来，高级班炸学生地来。炸笔电来，较少年呢。我讲到遐，你就上网去看，是毋是讲我凊彩讲讲的？拢有经过根据，知啦？这大家毋知知无？知的人举手看卖，一个两个。三个、四个，大家拢唔知道啦，较济啦，啊？迄间哪有报？新德乐山安邦雷达站，这就是美国建造管理台湾诶护卫，啊，这。确实的呀，一般人民来知未？不爱跟你讲啦，不爱和你知啦。这那是实在啊，哦，类似这些啊，咱过来看，哦，我今嘛要个特别来介绍，因为今嘛那要特别介绍。你唔好出去讲啊！恁我要去请台湾身份证，你就爱讲，恁要请的爱去请晶片啊，台湾政府身份证啦。有这个晶片呢，假使啦，唔好去用骗去。有诶外口，我咧请，伊咧创一个。那个百货公司发的卡片，啊，那给你收300块，收500块，啊，迄都去美国都未用哩，啊，无效。咱晶片呢，入去你的资料显示出来，读卡出来，所以拢美国咧给咱教啦，哪有遐巧？来发身份证，大家去想安尼就好啊！啊，民进党诶，啊是其他，咱唔去发身份证，啊，咱美国甲咱指导，咱照美国咧做。美国甲咱指导，那达到，要拜托美国讲，阮拢听你诶话，已经够啊！你
把这个流亡政府甲关金门、甲马祖、甲平潭，伊甲咱讲个啊，咱唔吃大家足辛苦来吃来受训，啊，佫足感谢大家，拢出钱来吃来上课。我去读李登辉学校，无出钱呢，佫便当摊吃呢。也无同款啊！我第一期的来做讲师，我哪爱交钱呢？我迄以前，咱都受到国民党的教育，讲师拢啊爱提钟点费，佫交钱来遮上课，咱提到。大家拢爱靠家己啦，咱若要做较有意义的代志啊，真正爱拜托大家啦，大家来斗拍拼。好，我也甲大家同款，拢我是交钱来上课，我要讲给大家知，无例外啦，必须得拿家己交钱啦，安尼。咱无虾米特权，所以咱我的规定，贪污的一定安怎清查，无第二句话，阿爸一定执行。你若要来做民政府的政府官员，你好好啊做，阿无你就莫来犯罪。变形，嘿，起一挂价格，予恁来遮食饭免钱，搁底下咧讲入去什么大学，搁监狱大学，搁去练功练的，搁出来一较大条，一较大尾，所以咱变形啦，啊，这大家唔知知无？那知啊，举手看卖咧。好、哦、啊，有个拢唔知，我即马讲啊，好，好感谢起落。咱一定会安尼执行。你大家都爱有甲我讲，我以后要来为人民做寡代志，打拼。迄就是做功德啦，希望。把这个福音传予你所别的人。啊，来，咱要放一个现身说法，这不是刚才我咧讲尔。来，咱来看，咱去美国访问的成员呢，现身说法。好，来，秘书长，所有大家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。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，那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？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祖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怪。
腰质呢？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说灰灰熊肝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。多谢各位，这些人拢是去美国的华文团，啊，拄啊转来，啊，咱拄啊咧完成这个节目啊，啊，迄、那个闭幕词，哦，我看了因转来讲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刚才我咧讲尔，大家会相信无？讲啊，你这个我后边讲，啊，实际上我本身。我是教授，我讲的话我爱家己负责，唔是凊彩讲讲的。啊，但是叫因来讲，互因现身说法，互大家搁较清楚。安尼大家开6000块有价值无？好，过来。这啦，因为流亡政府一起恐怖分子，第一个不是国家，第二个有武器。我们跟美国讲，他有武器，美国说真的吗？哎，啊，这边都是卡列的呀，啊，所以这边呢？现在都怎样？为何国防部要除掉这个国徽？是怎样？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这证据给我们，给大家看，以前才有啊，现在没有啊，啊，这哪是有啊，啊，这都因为这张图啊，拄啊日本吼、哦，啊日清日本的青年来遮，啊我咧甲上课，我拢用这个思考的方法啦，互因去想啦，啊顺便甲打出来，互大家看。过来。这是啥？好、哦，咱这一个影片，好、哦，这是后备司令部哦，我是专家，伊还袂开门以前，有捌甲邀请，我有去啊甲审查，我甲伊问，哎，奇怪，恁迄个地下无啊？因遐人军官，哎，那迄个花无去啊？伊讲唔是啦，阮即马该阶级啦。伊那三瓣呢，迄个传情嘛挂三瓣，两粒梅啊花，啊挂两粒梅啊花，啊无迄个啥，无这个啦啦。啊，我予大家知影吼。啊来，咱来看这个影片。不过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惊险裁并的青辅会体委会，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，而且唱了联勤军歌，大家依依不舍，说这军会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并不改变。降旗，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，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，官兵难掩不舍。66年来，大家非常努力，永远牢记，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。
萧家石拿了骆驼赠画，连前的勋徽，骆驼象征钟情卓朴，尽管编制走入历史，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。尤其连前走过66个年头，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。白饭、麻婆豆腐、调理包，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，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，蒸煮炒炸2个小时中可以做出四菜一汤一饭，重点是300人份。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，2012年底告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、青辅会面临整并。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，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。末代主委陈以真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，2012年底体委会、青辅会、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走入历史，兑现部会精简支票。这边新闻车辆去临时。哦，这不是我来讲啊，大家提证据嘛。安尼大家有信心嘛无啊？因我安尼款包好啊。款款的，我买。咱即马免做兵呢？咱的本土台湾人哪会爱去效忠咱的敌人啊？人讲，我哪安尼讲？迄阵啊，我日本人啊，中国甲日本甲美国是咧相台的啊，伊是咱的敌人啊。咱阁去甲做兵，效忠因，啊无咧读甲歹去个。咱最后要放一个因，包括款款的，要离我啦。金门两个岛要撤军，迄个新闻，予大家阁看一下。今天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。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，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特电。好，安尼是不是大家足清楚？啊，最后要拜托大家啦，做两件代志，啊，介绍少年呢，啊，有专业的拢来受训啦，吼，啊，甲恁大家啊亲戚朋友拢来请。新闻证啦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，感谢啦，咱今仔日我讲到这啊，感谢大家。啊，各位学员，下课休困，啊，等下吼，先到迄个大门口先翕相，等一下先到一楼的大门口拍照。啊，麻烦把椅子吼放到桌子上，椅子麻烦放到桌子上。先去一楼拍照，拍完照再去拿行李。